是七贤国小六年级美术班的学生。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作品是《毕业干妈店》。这件作品是我们用回收过的糖果纸摆饰成的，里面还加上色彩缤纷的 LED 灯和各种有趣好玩的小机关，让整件作品看起来更加鲜艳。另外，除了这件小作品之外，我们班还一起完成了两台巨大的摊车。那件摊车上装满了我们班一起完成的作品，像是有可以玩的烟盒，里面装满了各式各样的照片，有我们一起去参加活动的，还有一起出去玩的珍贵相片，还有超可爱的冰棒，而每一次冰棒的外表都有不同的图案和特别的口味。冰棒里面藏着许许多多的任务和特别好玩的祝福话，我们希望用这种多互动的方式来介绍我们班。我们还特别加装了一个留言板，你可以在上面写下祝福的话，或者是对这件作品的评价，也可以写秘密哦。记得看到我们的作品时，不妨来留个言吧。我们的介绍就到这里结束，记得5月